拢伫遮，小钱如何赚大钱，都爱安稳赚上大。阿宏之声报你知，鳄鱼老师第一名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鳄鱼老师，欢迎收看咱阿宏之声哦。人气啊，接了趁之时机，你千千万万唔通阁错失过。卖逐回都火车过你蹦逼逼啊！你卖怀疑鳄鱼老师俩这个转折的真功夫、真实力。我这拢先甲你预告在先哦，你甲看，这是顶礼拜二。这个负参差过大，日线甲周线的死翘，我甲你讲，负参差若过大，你爱怎样要安那运用，唔是甲伊加追高杀低，人可以。你讲学技术分析，对不？咱就爱随机反应，转强转弱，超热超跌，还是高档低档的背离，刷咧咧参差值，都、就是对防止啊过度的追高杀低，人可以。自我讲完。安尼四工人的功夫，高低点，这个台子棋184点，你若无料就已经偷笑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存在看图说故事啊！鳄鱼老师，你跟你讲，随机要酝酿反弹，你无法度相信。袂啊哩，都爱鳄鱼老师用实战的战果。来个验证，鳄鱼老师这个真功夫、真实力。来，3月11号，这顶礼拜三，对不？买的起涨点9450，人客做你看较紧啦。所以咱若赢超过50点以上嘞，搁建议会员再加码9515。所以这个行情，搁也毋是起一天就刷。来来来，第二天，搁来9565再加码。人去安尼，一个啊，尔安尼三口单都拢好累啊！你甲看，赢过再赢，这都是鳄鱼老师的趋势。人去，甲拜五，顶礼拜五开盘不如预期，鳄鱼老师的建议会员讲，咱若不如预期，咱就暂卖方，对不？先甲调节咱的加码单的部位，保留基本的多单。人去。即安尼加码单的部位9515，甲咱的卖出的点9610，安尼赢伊95点。所以9565的加码的单咧，甲9610做获利调节的动作，赢伊45点。安尼95、45加起来就赢伊84点，现第二落底啊小小。所以咱讲保留基本多单，所以咱讲吼过长工。这应该是算顶礼拜五啦，吼！咱讲不对，咱继续咧做调节动作，9585，人去价跌量缩啦，吼、哦，反弹无力，这是这礼拜一啦，来来来，你来看，安尼三口单通完全拢甲出完啊，这个基本多单9450，甲9585，咱安个调节赢135点，安尼总啊强啊加起来三口单。赢275点，人去，才偌济震荡幅度？咱才拄咧讲咧，无干200点的幅度咧，即安尼啊，四工人的功夫无干200点的幅度，鳄鱼老师帮你贡献啦，275点，甲算算诶，55000块啊呢，我定伫讲诶，人去啊，对鳄鱼老师来吼，也免穿介济，就即三口单就会使啊。一口单的保证金83000，三口单249000，准25000，咱会使当冲，会使短线，会当加码。你讲这用25000的成本，一月日的平均册，若要甲赢100000块，敢有可能？那交你敢有可能？或许很难吼。啊，我讲的3-4工人的功夫，无甲200点的幅度，鳄鱼老师就甲贡献275点落来啊，刷咧咧。上礼拜二，3月17号，又过来一摆，什么经验？负参差过大，顶管是日线，下骹是周线，那为何产生负参差过大？
哦，讲一个原因道理，让你理解一下。一礼拜是五支的日线，啊，一礼拜呢是一支的周线，所以讲日线会走较紧，周线会走较慢。哦，这两个的差距啊，这就是参差值。一旦参差值大于30以上，都爱准备哩反操作，哦，就酝酿反弹。话才讲完尔，人去今仔日现起来给你，133点，时间线阿妹，即马才拄要搁起步，搁一波行情要起来啊。所以讲，对今仔日。这个开盘的气势，来，咱讲台指四月哦，因为台指三月吼，今仔日做结算呀，咱就转战台指四月，就开盘70点。阿姨老师讲优于预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今仔日这个开盘的优于预期？你甲看吼，昨暝道琼是安尼哦，落128点，跌幅0.71%。美国前一天是落的呢，啊，咱台湾竟然开盘70点，这个有没有很明显落差？所以我讲有预期，搁刷咧高点换现货开盘，现货第一跳数字出来9563，起24点，嘛是有预期。那安尼，人去，阿姨老师甲你加回功夫啊，有预期在哪一方？在买方。你就免介细字啊！今仔日因为啊，期货、现货开盘都优于预期，表示今仔日的追价买盘会较强的。所以讲，千万唔通又搁头壳空空，一定硬要甲放空。你若硬要放空的人，你就输了莫名其妙啊！人客，9:15的时阵，咱建议啊，咱的清代会员9585做切入。甲今仔日收盘9675，安尼赢伊偌济？90点，安尼有遮轻松嘞无？即拢甲你未卜先知哦，先甲你预告哦。昨我就甲你讲，人客啊，负参差过大，在酝酿反弹，你唔通唔信邪。一工尔，大盘就一支大红棒起来，所以我讲呗。人客，你伫遐三步四步，步到尾啊，敢有赚着钱？无嘛，表示咧功夫无够，刷咧咧应对机制嘛无够机灵，所以讲你再定定讲哦，哪胜哪输，所以我毋得甲你讲，改变一下哦，咱遮上届吼高深的啊策略是伫遮啦，赢爱冲啦，输爱丢。啊！你是安怎做法？你是赢就酸，输就凹，安尼就唔对去啊嘛！所以改变一下，人生才会变彩色，才会变大赚钱，对不？对二一老师，咱一再跟你强调讲，三口单加起来无偌济钱，25万都才好准则啦，对不？会使当冲，会当短线，会当加码，啊，平均一月日甲赢10万块，无啥啦。你甲看讲，今仔日这个行情，咱清代会员安尼唔是遮快乐个，一赢了90点啊，18000块，安尼有紧无？紧啦吼，所以呗，咱做这吼、唔是来遮靠运气个，尤其这回，为什么二一老师特别甲你讲吼，咱要上攻万点啊？你甲注意看，美国这半年来，敢有翻空的迹象？有没有？无。包括嘞亚洲盘嘞，韩国创半年来的新高，这是韩国哦。包括嘞日本，吼，愈突愈悬啦。啊，咱台湾嘞，近来还搁一只牛。若要以比较啊，国际盘这个涨幅啊，咱台湾是爱过万点啊啦。所以你搁想嘛？即马是位置，今仔日大盘来讲啊，9653，甲合理位置来讲哦，是爱10500点哦。所以讲安尼来回甲算咧，还佫800到100点的空间呐、啊。
啊，若八九百点，即当时无赚，无要等何时啦？卖逐回哦，火车过咧分皮皮啊啦！来来来来，今仔日吼，鳄鱼老师大放送。安那讲大放送，来注意听咧。这支股票叫做啥？光环。你看到今仔日只涨停板，涨停板的价钱偌济？52.9。这是你买啊，你才知影的哦。人客，你甲看卖者。顶年10月7，这支叫做啥？光环。我甲你细说原因理由，这支股票为什么会起？你每一回买股票之前，你敢有甲评估讲，你要买这支股票，它的合理价偌济？你捌甲评估过无？唔捌吧？特别靠运气要赚到钱，哎呦，迄唔通安尼啦！来来来，你甲看，顶年10月7。鳄鱼老师大放送，包括伫友台哦，伫做人个特别来宾的时阵，我嘛特别甲你强调，这支光环在技术层面领先业界非常的多哦，包括伊个营收，包括伊个获利都有大幅成长，但是咧，本益比、市净比竟然偏低。人去，迄当时我介绍的时阵偌济钱？26块，大家拢买起。甲今仔日涨停板，你才买伊哦？喂，你有看卖啊无？你的成本贵，鳄鱼老师10月7甲你介绍的，安尼贵多多一倍，多多一倍。安尼讲起来，你若10月7迄当时，若有听鳄鱼老师伫介绍光环的时阵，加减甲买一挂，哇！但安尼几个月时间，4-5个月时间。赚你一倍钱啊！安尼有快活无？做你看呗，对不对？搁若这个低价股的光环会涨停，顶年我大放送的股票，不相信就得一倍，起一倍哦！这个四创6月7伫大放送的时阵，嘛是起一倍，这无掠好吧？对不？搁刷咧，来来来，这支嘉泽顶年2月份。嘛是大放送，喂，将近1.5倍，我送你的拢是绝对妥协的呢，这个口袋名单无济呢，包括秦城，即个顶年1月份的时阵大放送，人去，嘛是又过一倍，来来来来，我讲吼，今仔日有这个好康的，要来一只大放送，我来讲嘛，咱阿宏之声的节目吼。是伫做口碑的啦，做肯定的啦。哦，咱每天的播出时间呢，是伫暗时财经台11:30到12点。人讲有看有保庇，无看会出代志，就是安尼。准盖加高啊！昨昏就甲你讲负参差又搁过大咯，搁来抢一盖反弹，今仔日坐起咧113点，即无马后炮啦吼，对无？啊，我讲的，啊那这个。攻击花旗来讲，要过来上看万点。我头拄仔伫甲你讲啊，伊人外国盘迄种涨幅推估，咱台湾是爱10,500点，即马才9,653点，后期还佫800多点的空间，800多点的空间，你的股票要安怎做，较稳赚？我来讲袂，买股票之前先评估伊的合理价。今仔日大放送这支股票。低价股，低价股哦，电话卡入来哦，啊，口气较好个啦，我无欠你啦，哦，口气较好，这个低价股，或许咧，就从顶年鳄鱼老师伫送个光环啦，吼、哦，嘉泽啦，细创啦，吼、哦，遐股票拢起一倍，你再过来追新歌吗？今仔日这支股票要来大放送，伊有一倍涨幅的潜力，潜力哦。所以讲，这个低价股是大家拢买起。我鳄鱼老师袂讲偏心讲啊，顾遐大户的吼，哦，拢介绍的拢是一挂高价股，袂安尼。我低价股要甲你介绍的，咱就爱摸着良心。为什么甲你介绍这个股票？基本面先。
伊的获利进度，去年的 EPS 啊，竟然呢比前几年成长一倍，成长一倍，本益比市净比均偏低，所以即马修正了，佮马上要发动攻击，拄拄要开始佮起崩，二十块左右的股票啦，大家拢买起啦。阿麦佮像光环迄个安尼，佮起一倍的时阵，你才讲啊，涨停板买不到吼。人家咧起一倍啊，你讲你讲你涨买不到，上万啊啦，人去来，这支吼是新的股票，是新的哦。啊，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吼，赶紧，就用他等你吼，广告时间吼，有一个咱亚洲投顾的电话，赶紧甲沟通吼，咱今仔日。来电免费大放送，这支低价股的好股票哦。啊，若有兴趣的，关心咱的广告时间电话卡一摆，免费大放送哦。我们稍微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汇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。人客啊，卖搭回的火车过咧分别比啊！这咱吼顶年十月七大放送的，一杯啊！所以这支四创顶年六月七咱嘛大放送，嘛是一杯。过来咧，这支嘉泽，这起咧将近1.5倍。过来这支秦城咧，嘛是低价股的，这起咧嘛又过一杯。人客，咱有这种机会，那会当过来一摆的时阵，要对无？今仔日，二老师大放送这支股票，低价股的哦，啊，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赶快来电免费索取哈、哦，来，咱亚洲投顾的电话，赶紧甲卡号通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大家卡号通，财运大亨通。亚洲投顾。27年来，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。市场的常胜军，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。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老公，洗完凉泡茶哦。也好，越洗头越晕，喝茶提神一下。老公，你声音怪怪的哦。开热水洗澡，四肢无力，有点小吐，好像感冒了耶。啊，老公，我也觉得头昏想吐，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快离开，到室外。啊！救命啦！网站还有更多。人有卡钱是卡，天天打拼过生活，是变如何赚好业，每甲撇步拢伫遮，小钱如何赚大钱，都爱安稳赚上大。阿宏之声暴力战，鳄鱼老师第一名。人客啊，对今仔日，这个。攻击发起，安尼起来。我头拄仔讲，伊人外国博，这段期间人个涨幅甲推算，咱台湾是有10,500点的实力。算算甲今仔日的收盘9653，还佫有8-9百点的空间。
啊，无你即当时唔谈，无要等何时，对不？逐回都在追星光讲啊，我要知，吼、哦，讲真的要知啊，唔是头一摆，唔是最后一摆啊啦。我即马吼，佮甲你讲一届哦。我拢先甲你预告哦，人客，这顶礼拜二，得甲你讲副餐差过大，结果呢，人客，四工人的功夫，就用三口单。鳄鱼老师安尼一个赚的275点，安尼会使无？涨呢？咱伫节目当中嘛，甲你讲，机会再来一摆咯。什么机会？负参差过大，嘛随机在酝酿反弹，千万唔通看图说故事，这个落来就啊个做多。哎，讲完你啊讲今仔日啦，吼，大盘都甲你啊。这起的113点，收在最高点。你慢慢有钦佩鳄鱼老师俩这个转折的功夫啊未？吼、哦，体会到啊吼！来来来来，你甲看咧，今仔日咱建议清代会员安尼坐坐咧，90点啊，90点啊，安尼有劲无？赚到快乐啦吼，对不？啊！那后边那个上攻万点的，哇！这回就进行一个大丰收啊！唔通天气哦，要赚就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哦！哎，卖逐回咧火车过不比比啊！吼，来来来来，讲做股票的，人去！啊！就看二老师的节目，啊！这一杯一杯翻的股票都拢有啊，对不对？嘿，唔免讲，大概涨停买不到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讲。奇怪，假时阵人哪会袂甲你讲啊？啊，咱甲涨停的时阵才甲你介绍，对无？鳄鱼老师甲你介绍的股票，拢只土入去啊，稳稳啊来，稳稳啊来，啊稳稳啊谈，咱唔信咯。今仔日咱上届特别要来大放送这支低价股，或是再来一杯，你就卖去堆心肝。鳄鱼老师是摸着良心做事诶，无凊彩甲你介绍股票。我咧找股票，拢基本面先。我一再甲你问啊，啊，你买股票之前，甲甲评估讲，哎，迄间公司的股价合理价应该多少？唔捌嘛，都敢会晓狂狂热，对无？啊，你有甲评估讲伊合理价偌济无？拢唔捌嘛，所以你就输惯莫名其妙呗，对不对？而且咧，咱这边建议会员。上加五支股票，持股上加五支，唔是一天介绍五支，请听清楚哦，这个意思哈、哦。咱选股模式就是安尼来，缺一不可。知影以后，咱就等待最佳时机，走出卡手。所以讲安尼买咧，安尼温习温习谈，唔是真好。人去顶礼拜五的时阵，咱的持股满档五支，甲礼拜一来剩一支新汉。人客，你捌做股票，讲做甲会全力打无？安那买安那赢，好安那做安那谈。人客，看好清楚，这就是鳄鱼老师的杰作。人客全力打，啊，咱讲保留新汉，迄当时是新春开红盘，建议会员收买。人客，甲遮来，这个新汉我嘛无闹亏，对无？安尼赚的超过11%以上的价差，赚得有快乐无？所以咪今仔日鳄鱼老师上傻秘书，或是这支股票又过来一倍翻，要来大放松，免费大放松哦。啊，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吼，将咱亚洲投顾的电话甲沟通哦。啊，咱的助理咧对传过给你，看这支股票是啥，有法度讲会起一倍无？大家尽量。好不好？哦，啊，那有兴趣的，赶快来电，预祝你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
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人客啊，做股票唔免逐回等到涨停板的时阵才熟悉。这顶年十月初，二一老师就大放送啊，光环坐起了已经一倍啊。这四创嘛是大放送过一倍，过来这个嘉泽嘛是大放送过将近1.5倍，这个秦城呢，吼嘛是一倍。人客今仔日二一老师讲一支新股票。嘛是低价股的，大家拢买得起的哦。啊，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咧，咱讲要来大放送吼、哦。所以讲亚洲投顾的电话，赶紧先甲敲通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亚洲投顾的电话敲通，财运就大亨通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。市场的常胜军，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今麦中岛无人检啦。